这里是星星在农村。咱们山东农村呀，丧葬习俗扫码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跟我去了解一下吧，走吧。大爷，你坐在这晾银行子慢点，快点。哦。没事了。没事。吃完饭了吧？吃完了。哦，吃完了。俺大娘呢？在屋里睡了。哦，睡觉了。休息着。哦，大爷，你今年是多大年龄了？85。85了。大爷，在咱农村，相当的就是老人去世，就是办事的时候，还有咋弄？我看那咋弄要直活的什么的，是吧？有。有是吧？在这有啊。在这有吧。哦。有咋都是咋什么？看着有各种各样的。咋弄？咋弄？零落。零落。八千。八千。牛马，牛马，男的扎马，女的扎牛。哦，男的扎马，女的扎牛。啊，倒头叫。哦，倒头叫。嗯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还倒头叫？笑。哈哈。笑啊！倒头叫，牛也叫，马也叫，也倒头叫。嗯。哦，那个他们发丧的，就是扎的这马都是谁扎？就是儿子们扎，还是闺女扎，还是？亲戚们咋？有的有闺女，有闺女咋？哦，有闺女的闺女咋？是吧？嗯，没闺女的咋吧？哦，都其实是新闺女咋的是吧？嗯，行。要是没闺女咋，没闺女的就是二咋？嗯。哦，都行了，必须得咋是吧？嗯，哪样咋？哦，他咋这个马就是牛是为了纪念什么意思啊？去上那边这真是上一年。跟用呢，好一年是吧？跟羊年一样。大爷，你说像咱这办事这些风俗什么的，会不会咋一直传下去？那社会不上级不管他，他不就一直传下去？得看上边怎么整他。那，这是下来的。减少不少，干啥也减少。哦，干啥也减少了。木头减少了。咱造这东西，直播什么的，就是给死去的老人送过去是吧？哎。让他从那边用，嗯、是吧？从那边过的，就是过的不穷，是吧？要是让他从那边过的阔点，哎，对，是这意思是吧？就是哦，这么个意思。通过和大爷来聊天呢。大爷说了，这个扫码呀，对，就是已故的人去那边使用，这也是一种人的心理作用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